现在开始听力。一，听词语，选出正确的图片。一，牙膏，牙膏。二，表格，表格。三，航海，航海。四，填写表格，填写表格。五，基因，基因。第二题，听句子，选出正确的图片。六，牧场上有成群的牛和羊。牧场上有成群的牛和羊。七，妹妹最喜欢的运动是潜水。妹妹最喜欢的运动是潜水。八，马上就要降落了，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。九，鲸鱼生活在海洋里，鲸鱼生活在海洋里。十，在工作中要学会创新。在工作中要学会创新。第三题，听句子，选词语。十一，康康有一个烦恼，他的烦恼是常常迟到。康康的烦恼是什么？康康有一个烦恼，他的烦恼是常常迟到。康康的烦恼是什么？十二，
弟除了喜欢吃西瓜，还喜欢吃苹果。弟弟都喜欢吃什么？弟弟除了喜欢吃西瓜，还喜欢吃苹果。弟弟都喜欢吃什么？今天我们要去航海，我们不去潜水。今天我们要去做什么？今天我们要去航海。我们不去潜水。今天我们要去做什么？14。想要知道比赛详情，请打电话1234。5、6，怎样知道比赛详情？想要知道比赛详情，请打电话1234566。怎样知道比赛详情？15。春天既温暖又美丽。春天怎么样？春天既温暖又美丽。春天怎么样？